第六集。不几日，董氏果叫人择了吉日，让郑明发和巧娘带了桂姐儿到方家拜干娘。拜干娘的礼数虽然也颇讲究，但那都是属于大人的事。桂姐儿只负责在吉时对着董氏磕几个头，口称干娘就完事儿了。待得仪式行完，郑明发和巧娘自是要回家，董氏却把桂姐儿留下了，只说过两日后再来接。巧娘虽舍不得，又怕桂姐儿哭闹，可是刚拜了干娘，董氏又如珠似宝，一时就不好推拒，只得狠狠心拉了郑明发告辞出来。这里桂姐儿被方达的几个儿子众星捧月似的围绕着，一时又做鬼脸逗他笑，一时又塞了麦芽糖给他吃，却不知道爹娘怕他哭闹，已是先悄悄的告辞走了。待得晚饭时间，董氏先舀了一碗一早准备好的肉羹来喂他，他这才发现不见了爹娘，眼睛不由得咕噜噜四下寻找，心知必定是先回家了，也不以为意。不想一转眼却见到董氏和众位干哥哥一副担心的样子瞧着他，微微一怔，却明白过来，小孩子第一次到别人家留宿，又找不到自己的爹娘，必定是要哭着寻找的，自己不寻找便太过不正常。如此一想，肉羹也不吃了，扁了嘴就哭起来，娘娘董事露出一副看吧果然哭了的神情，放下手里的碗哄桂姐儿说，小乖乖，你娘家去了，过两天就来接你回去，别哭啊啊！看这里有许多好吃的东西，我们来吃一点吧，吃完还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呢，哥哥们全陪着你玩好不好。一路哄一路抱了桂姐儿轻摇着，另一只手去轻抚他的背。旁边董氏的大儿子方文信忙着端起肉羹，咬了递到桂姐儿嘴边说，来，这个可好吃了，吃吃看。桂姐儿泪眼看方文信权衡了一下，觉得再哭下去就矫情了，便就着方文信的手里吃了肉羹。众人松了一口气，笑着说，姑姑说桂姐儿是一个夜哄住的，果然没有夸大，这要是别人家的小孩子不见了爹娘，那得哭多久啊。说着又是好一阵夸奖。待得晚间睡觉时更是夸张，方达夫妇和五个儿子全挤进房里来，生怕桂姐儿哭闹着要爹娘，想尽法子逗着桂姐儿笑。桂姐儿见他们出尽八宝，却也是不易，很是配合的跟着哥哥直笑，笑闹了好一会儿也是倦了，打了一个小呵欠，把头埋在董氏怀里沉沉睡去。第二日一早起来，董氏住得不远的堂姐董玉婵带了小儿子李甘雨过来拜访，一见桂姐儿眼睛一亮说，昨儿你托人来说认了一个干女儿，这便是了吧，这么得人眼，看得人心里真痒痒，来我抱抱。说着从董氏怀里抱过桂姐儿，一接过就笑了说，成熟得很，分量十足。那是啊，董氏笑盈盈，与有容焉，似乎桂姐儿这么胖乎乎全是他一手喂出来的一样，扳着手指说，一早起来就喂他喝了一杯牛奶，据说那玩意儿对小孩子极有好处，我当初养信哥儿他们的时候偶尔也给他们喝过的，只是他们不爱喝便搁下了，桂姐儿倒是爱喝这个，一气儿不歇的喝了一个底朝天，喝了牛奶后又喂了他吃了小半碗莲子百合粥，熬得稀烂的味儿十足，怕他吃得太饱倒是没敢再喂别的，
他这睡觉时睡得烂熟，半夜里除了起来尿尿一次，并不闹大人。白日里好哄得很，胃口又不错，这个样儿的小孩子最是好带，也最是会长膘。我包的一会儿，手臂还酸酸的呢。不过女孩子嘛，大了自然就瘦下去了，瘦不下去的却少。桂姐别的没听到，光听到会长膘这句，不由暗翻白眼。我又不是猪，怎么用长膘这个来形容？现下胖点倒没关系，要是长大了也这么胖，我就该哭死了。长膘这个词还不得一听就伤心啊。董玉婵捏着桂姐的手说道，我们雨哥那时抱在手上，可比桂姐还要胖还要诚实呢，你看他现在可比些时瘦多了。桂姐顺着董玉婵的手指去看他的小儿子，哼哼一声，这也叫瘦多了呀，分明还是一个小胖子。李甘雨今年五岁，正是调皮的年纪，不过到了别人家还是遵守着家里的教导，不敢乱撒欢。这会儿正规规矩矩地坐着装斯文呢，见娘亲抱了一个浴血可爱的小女娃，又亲又摸，终是坐不住，挪了过来，也伸过手去摸桂姐的脸，笑嘻嘻地说，小妹妹好胖，肉嘟嘟的，真好玩。你才肉嘟嘟呢。桂姐用手拨开李甘雨的小胖手，心里有点鄙视他，自己都长得这么胖还敢说别人胖，还不给我摸呢。李甘雨干脆俯身过去，啪的一声亲在了桂姐的脸上，咂咂嘴说，一股牛奶味儿。董事笑了说，刚刚可不是把喝剩的一点牛奶蘸在纱布上与桂姐擦脸呢，我听得信哥他爹说过，那回他跑到京城里住在一位朋友家，那位朋友有个亲戚的女孩子进了大户人家伺候少奶奶，回家时就说那大户人家的小孩早起都是给喝一杯牛奶，晚间又有人送牛奶来，还以为是喝的，却知是给太太小姐们洗脸用的，说是用这个洗脸美白肌肤养颜着呢，咱自己老了可不兴再搞这个东西，家里也没一个女孩子，也用不着研究这些个，如今认了桂姐儿当女儿，正该把她养得更得人样儿，虽不比人家大家闺秀那般娇贵，也要比小家碧玉强。董玉婵呵呵笑了道，你我都生不出女儿来，看到人家闺女儿才这般疼惜，有那般普通人家养出个三五个女儿的，看得如泥土，别说娇养着打扮着了，能把她收拾干净就不错了。董玉婵嫁的是镇上的李姓大户，李家本来富商出身，到了董玉婵夫婿李继这代，倒也着意想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光宗耀祖。恰好李继打小便聪明过人，十几岁就考中了秀才。李家虽让老大老二经营着商铺，却让李继这个老三只专心读书。待得娶了董玉婵过门没多久，李继便中了举人，只是直至生下三个儿子为止。李继却数次落地，考不中进士，但以李家的家底和李继的举人身份，董玉婵走出去也是风光无限的。只是有一条，稍显美中不足，那便是董玉婵生下第三个儿子李甘雨时，因婴儿太肥，当时难产，好不容易生出来，却致大出血，后来虽救了回来，李家又是人参补品的滋养着他，却是不能再生育了。董玉婵生了三个儿子，一心想再要一个女儿，
这下自己不能再生育，自是看到别人家的闺女就走不开的。如今见了桂姐儿这般得人意的女娃，自是极为羡慕懂事，低头看桂姐儿说：你却是比我有福的，白白得了一个这般趣致的干女儿。我要是再寻一个这般样子的去认干女儿，却是不能够了。董事捂嘴笑道：我本来是想让桂姐儿当我儿媳妇的，无奈信哥和昭哥长大了，等不得桂姐儿长大，地下三个儿子的八字却没一个和桂姐儿合得上的，只得退而求其次了。只得退而求其次，认了她当干女儿。你想啊，若是我儿媳妇儿，将来自然还是得进我们方家的，给她东西多少也不可惜。有那珍品，她将来自然又是带了进方家当陪嫁的，叫做人财两得。如今只认了干女儿，给的东西却得斟酌着，提防将来不知嫁到哪里去，没得意了不相干的人。这用在桂姐儿自个身上的东西，举凡现在吃的用的穿的，我却要把她当做自己亲闺女一般，不差她半点儿。你们方家不愧是行商出身，凡事总会计算。董玉婵打趣董事，见桂姐儿挣扎着要下地，李甘雨也是过来牵了在一边玩去了。看看这两个小孩子都是胖乎乎的得人爱，心中一动，笑着道：你怕把东西给桂姐儿，将来不知道嫁哪里去亦不相干的人，如今却有一个好法子，保准你给桂姐的东西遇的还是有相干的人，只是不知你做不做的桂姐儿的主。董事一抬眼见董玉婵瞧着李甘雨和桂姐儿，眼神有些不一样，不由笑了说：亏得你打得好算盘，才见了桂姐儿一面就起了歪心思，还连带着想着借桂姐儿的手拐我的好东西。董玉婵被董事看破心思，低笑说：我家老大老二也大了，自然也是等不得桂姐儿长大要接亲的，玉哥却得只有五岁，配桂姐儿正好，你看他们两个一见面就投缘，这会儿又玩得正好，看着般配得紧呢，这不正是一门好亲事吗？只怕你做不得主罢了。董事听董玉婵的话，知道这是激他呢，也不上当，只倒了茶与他喝，慢悠悠说：我又不是桂姐儿亲娘，自然做不得主，就算巧娘家很给我面子，至多也是敲敲边鼓的份而已，那轮到我拿主意？面目一见就懂谢，这小孩子凑一起自然是玩得起来了，若是将来大了却未必就一定投缘。董玉婵抿嘴一笑，拿眼看董事道：我这只是随口说一说罢了，你就一大遍道理，倒像是我要来跟你抢桂姐儿一样。罢了，等桂姐儿再大些，看看是怎么个性情再说吧。若真是个好性子，不必只靠你，我自己上郑家去提亲。董事一听董玉婵这话，意思却是他这个干娘既做不得主，那就要把他撇在一边，自己去求桂姐儿的亲娘了。这下倒真有点不痛快，端起自己的茶来喝了一口，赌气道：我既是桂姐儿的干娘，又是她的舅母，桂姐儿要许配与谁家，巧娘怕都得问过我，若是我不点头，她也不好松口的。看看你，这下就与我当真起来了。董玉婵见董事这般情状，半真半假说：你虽不是我亲妹，却也是嫡亲的堂妹，若是桂姐儿真是一个好的，你自然细想着我，巧娘有甚说的，你自然先告诉我，我这要去郑家说桂姐儿，哪能不通过你呢？桂姐儿一边与李甘雨玩，
一边却竖起耳朵听董事和董玉婵说话。见李甘雨一意要抢他手里的线球，只觉得牙痒痒，一低头就咬在李甘雨的手背上，痛得李甘雨哭叫出来，甩着手嚷道：有妹妹她咬我。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董事和董玉婵忙抢着上来分开他们，一面去看李甘雨的手背时，已是两排半月形的牙印，数一数一共凹下去六个小点。董事搬开桂姐的嘴一看，果然只长了六颗牙齿，不由笑骂道：才六颗牙却把人咬成这样，好在是咬在手上，要是咬在脸上，不把你配给雨根儿做媳妇，只怕不算完。说着又忙着去寻找菜籽油给李甘雨涂上。李甘雨涂了油，跑到桂姐跟前，故意张大嘴露出牙齿，双手向前做扑倒状吓唬他说：我要养回你报仇。桂姐儿假装哭起来，把莲去埋在董事怀里。董玉婵忙喝住李甘雨说：妹妹还小呢，你吓她做什么？若是晚间睡得不安生，可要怨你。董事把桂姐儿抱到膝盖上坐好，见她只是假哭，这会儿倒讲起理来，安抚李甘雨说：妹妹把你咬伤了，却是她的不是，我打她带你报仇好不好？说着拿起桂姐儿的手，往她手心里轻轻拍打了两下，教训道：以后再不能乱咬人了，知道吗？李甘雨见桂姐儿被打，心里愈添了许多，笑嘻嘻的也上来拉了桂姐儿另一只手，学懂事的样子拍打桂姐儿的手心说：不能咬人，再咬人我就打你。桂姐儿见李甘雨凑得太近，有心吓唬他，张大嘴发出呜呜声，做一副我就要咬人的样子，朝李甘雨的手凑去。李甘雨吓得忙松开他的手，直往后退，一跤便跌在地上。桂姐儿见了李甘雨狼狈的样子，不由哈哈大笑。董事和董玉婵见桂姐儿小小孩子捉弄李甘雨，不由又是好气又是好笑，嘟囔道：比小七大，桂姐儿却忒得精灵古怪。送走董玉婵，婆子开出饭来，董事为桂姐儿吃了饭，却听得门口有人喊，却是郑明发和巧娘来了。原来他两个不放心桂姐儿，硬是等不到明天，这会儿便来了。不过分开一天而已，桂姐这会儿见到爹娘，却感觉彼此一酸，分外亲切，呜的叫了一声，挣开董事的手，猛地朝巧娘冲上去。巧娘忙蹲下身子，嘴里万分疼爱的叫道：桂姐儿小乖乖，娘想死你了，可一晚没睡好。桂姐儿一被巧娘搂住，嘴里甜甜的叫娘，把头埋在巧娘的肩窝处，闻着那出生到现在都闻惯了的气味，双手缠在巧娘的脖子上，胖乎乎的小腿盘到她的腰上，粘得紧紧的，像一只壁虎。董事见了桂姐儿跟巧娘的亲热劲儿，故意上去要扯她下来，却怎么也扯不动，不由笑道：小孩子全一个牙，别人对他再怎么好，他还是只记着亲娘。这怀胎10个月，把屎把尿喂奶熬夜的，没白费功夫。